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这几天因为都上传了比较沉重的主题，所以今天就准备了一下妄想图系列，以及长得像朴色俊的台湾演员。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最近因为韩国网友在网上上传了很多人反映长得像朴色俊的台湾演员为标题的贴文，并上传了演员石波宇的照片。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上传的照片。 我们接着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有点像，我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了，感觉很像，很像朴色俊的可爱版本。好像这个人比较帅，看想见你的话会觉得更像。多余在这里看到你好高兴，看完想见你后很想入坑，但是又不会中文，也没有很多资料都无法入坑。虽然知道说的是哪里像，但是感觉不一样。当然也有部分网友们表示不像啊，看想见你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很像，但是很多人都这么说，真的不知道哪个部分像。所以大家觉得像不像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idol 们的妄想图。老婆，岳母找你。 送我礼物后得意洋洋的学长们，按门铃后逃跑的小屁孩们，来我家后被喝醉酒的爸爸抱着耳尴尬的男友。当我看着暗恋男的时候，被暗恋男的朋友看到了，半夜睡不着觉去了爸妈房间，结果爸爸要我马上回房间睡觉。看到跟男友分手后流泪的我，全力嘲笑我的亲哥哥。 看我就一直笑的男朋友，视讯通话中听到我说好想你后害羞的男朋友，在毕业旅行玩游戏的时候一直跟我对视的前男友，直到我被绑架后来救我的男友跟前男友，突然向我告白的大叔，老婆我在做弘法陶瓷。 眨眼次数最少的人要跟我交往，大叔不能在这里这样。老公，我妈是不是很难伺候？不会啊，绝对不会。看到我下班后马上下车的男朋友，正在吃早餐的老公，体育比赛的时候在二楼应援我的学姐，在旁边一直自拍的亲哥哥。啊，要怎么告白呢？ 暧昧中的女友在看着我吃饭，我暗恋的学长在跟别的女孩摇手，一边吃饭一边视讯的男朋友，看到我跟别的男生在一起的男朋友，你喜欢他吧？没有了，那我先洗了。看什么？让时间停止的女友。 刀群舞啊，不是这一边。下一个动作是五花肉，把我埋在地里的前男友跟前前男友，在家门口跟男朋友说话的时候，躲在电梯后面偷听的亲哥哥，偷偷给我飞吻的学弟。 学长，我其实很喜欢你。刚才是开玩笑的，我还是很爱你。老婆，我刚下课了。嗯，我的口罩呢？喂，你女朋友来看你了。公公，真棒。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